赛季的时候，在马英九办公室这边呢，那原定10点的这个蓝白就要召开的记者会，可以看到现场这个马办的执行长呢，就是萧旭成已经先进到会议室里台，那还有这个侯办这边代表谢振达以及国民党的这个副秘江俊廷也都走了进来，那剩下就是民众党这边的代表，那他们要召开的记者会呢，就是要来公布说，今天这个蓝白合如果要搭档，到底是谁正谁负的结果？那或许是有结果还是没结果也好，打上个大问号。因为其实昨天呢，他们这个三方的民调专家就已经先来马办这边来商讨，说这个民调到底要怎么来检视。但据了解呢，他们检视的过程中呢是有一些出入的，因为在误差值上面呢会有一些谈不拢状况。那据了解，他们昨天呢，三方呢总共是检视了这个6份的民调，但是柯震主张呢要来误差范围是要3%，就是公党真主张6%。马上再来看一下现场萧旭成最新的说法。所以我们就先开始。那首先呢，我跟这个各位媒体朋友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国人，我们要报告一下最新的进度哦。早上8:55，我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我直接问他说，有媒体报道说蓝白合已经破局了，是不是有这件事情？他跟我说没有破局啦，如果破局了，中华民国就完蛋了。好，我说那我们就静待你们有进一步的这个消息。9:36，柯文哲主席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认为现在双方有一点歧义哦，但是不要破局，所以应该进入政党协商，所以。他也派他的民众党的秘书长跟副秘书长赶来我们这边哦，那看看等下是不是跟国民党的代表来谈，那这点我们就尊重两党后续的一个作为哦，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见证方哦，我必须要把昨天晚上我们协商了5.5小时的一个过程跟国人报告。首先就是我们昨天根据两党推荐的民调专家以及我们马英九基金会建议的民调专家，我们针对几个民调的原则作为检视哦。最后双方对这个9份民调，总共9份民调，但是民众党认为3份，他们认为有问题，不应该列入采计，但是国民党认为这3份没有问题，所以就形成一些这个僵持不下。后来国民党同意先把这3份。搁置，针对剩下的6份来作为这个讨论。那3位专家检视这6份的民调，如果依照11月15号两党协商共识，在统计这个误差的这个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侯柯配对柯侯配是5:1哦。如果照11月15号的两党协商共识，但是民众党的代表认为说。统计误差应该是指柯文哲主席一直长期以来强调的3%，哦，就是可能用一般通俗的话讲是让3%。那我当场就要求说，那我跟柯文哲主席通话，希望知道他的立场。但是我很可惜，那时候是凌晨，大概12:10左右，我打了2通电话没有联系上柯主席。那我在致电朱立伦主席。我们全程都有录音录影，当时哈，那朱主席告诉我说，他们当时马总统见证跟他们另外3位，总共4个巨头，在协商的时候，他有跟柯文哲主席说明，这个统计误差是什么，就是正负三，哦，就是如果以这个1000份、2000份、3000份，到底是会有正负1.5、正负2.2、正负3这样的差别。那他说，他告诉我，柯文哲主席也认同。那所以，我要求民进党主席，我必须跟柯主席通话，确认柯主席是不是也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一直打到了凌晨2点，他们说只能跟黄珊珊总干事通话。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跟柯主席亲自确认。那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找到柯主席了。那我们就根据我们昨天晚上谈的这个你们都达到了这个初步的客观认定的结果，我希望3个代表都签字。那民众党代表也加入了很多他们的意见的文字修正之后，这个
后来他们去请示的黄总干事还是认为没有办法签字。那我们认为说昨天的协商这么重要，我们还是要跟国人报告做个交代。那总而言之哦，就是说如果照三位民调专家的认，就民众党的这个民调专家也承认，统计学上的统计误差确实是正负3%，但是他们认为这跟柯主席常年要求的让3%或是3%是不一样的。那我当然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尊重他们这样的认知哦。那所以这个简而言之哦，就是如果照这个本来的这个协调的结果，就目前为止哦，国民党如果搁置那三份民众党有意见的民调，照这个协商结论的统计误差的算法，应该是5-1。但是如果照民众党主张的这个3%是3-3，但这还没有计入国民党认为应该要计入的三份民调，所以现在目前为止的进度是这样。那我们很希望哦，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党能够针对这个争议哦，能够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协商处理。那马前总统他刚刚也特别这个请我跟各位国人报告，就是他认为蓝白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而且双方都有很大的诚意要进行合作，要维护中华民国，要政权轮替，要保卫台海安全，所以他很希望双方的主事者能够紧速这个针对这个双方认为有歧义的地方哦，去完成这个整合，这样才能对国人交代。以上，谢谢。那各位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公司想提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昨天谈判内容是在统计误差范围的部位和所谓的交锋，那事实上针对这件事情谈论了多久？那专家当时的部分态度是什么？那另外呢，侯市长如果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侯市长。我想这部分今天是我主持记者会嘛，所以我就由我来回答好了。这第一个就是双方的歧义点哦，最主要还是在统计误差。那这部分，所以我当场要求打给柯主席跟朱主席，我们都有全程录音录影存证。那可惜没有联系上柯主席。那柯主席早上是跟我说他昨天是调静音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说两党针对这个部分再做一个这个厘清哦。但是就连民众党的民调专家都认为，都承认学理上的统计误差应该是正负3%，啊，但当然这个部分就后续交由他们来进一步讨论了。那我当然我也分别有跟朱主席还有侯市长来说明这个相关的进度。那因为我们是既然马前总统已经站出来希望能够促成蓝白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进一步能够促成蓝白继续的来协调。好，谢谢。侯市长的态度是，刚侯市长的事情，我想他应该是尊重我们继续的那个来针对这些部分来协调。对，好，请。市长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提到说，他们民众党这边是跟柯文哲讲的3%的落差，是指正负1.5%吗？可以帮我们多讲。如果照他们民调专家的说法是3%误差，哦，这个。以随机抽样的样本数1068份95%95%信心水准为例，他们是用这样的文字的，因为这是比较专业，所以我想就肯定要由民众党来说明。还有呢？好，当初柯文哲主席是为，听到我声音吗？可以啊。好，当初柯文哲主席说让3%这个原因，是因为希望在这个蓝白僵局，大概大家再也整合僵持不下的情况之下，希望说主动，如果柯文哲主席赢过侯市长3%的话，3%误差范围的话，愿意让这个侯柯配。是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好，所以不是说正负3%，他是认为说，如果当柯文哲赢过侯友宜3%的时候，
当然就是柯文哲赢。那如果是在 3% 之内的误差范围，那愿意作为一个礼让，当初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个，抱歉，那个我想先讲，那个今天我们有点晚，因为我们内部有会议，所以我那个比预定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那我想昨天呢，双方都非常的辛苦。那我方的专家在审视这个相关的民调的一些数据，那个我们台湾民众党在这个让3%的情况，作为一个礼让，当初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个促成尽速促成在野的整合，台湾有点晚，因为我们内部有会议，所以我那个比预定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那我想昨天呢，双方都非常的辛苦。那我方的专家在审视这个相关的民调的一些数据，那个我们台湾民众党在这个让3%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认为是平手。那那个为了促成尽速促成在野的整合，台湾民众党也愿意尽快展开跟国民党的那个政治的协商。好，谢谢。那这样好，那个我就想说，时间留给两党后续的协商。目前的争议点是两个嘛，哈，一个就是3%的问题，有没有正负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国民党认为应该有效的那三份民调是不是应该列入采计。那我想是不是就后续交给两党来协商？那我们也希望马前总统希望哦，大家这个整合得来不易哦，希望大家为了国人，为了中华民国，为了台湾的未来哦，大家能够尽速的能够互相能够有一些配让，或者是能够完成整合。那我是今天结束就到这边，好不好？好，谢谢。